才刚刚大病初愈的酒令蔡依林就连续两天出席活动，实在很拼。她十五日参加珠宝 party， 胸前薄纱开到肚脐，诚意满满，两侧还镂空。嗯，这里面该不会什么都没穿吧？对，我刚才看你们稀稀疏疏，还没再穿上。你们在讨论，我都有听到。所以里面到底穿什么？就穿安全裤啊。原来都有保护的好好的，大家可以放心了。只是才刚痊愈就埋头工作，这不买个珠宝来犒赏自己说不过去吧？我好像不太用买东西来犒赏自己，觉得好好的吃啊，好好的睡啊，好像对我身体比较有帮助这样。还是挑个礼物给妈妈？可以哦，我来思考一下。但你知道妈妈就是买了太贵，她就是放在保险箱给保险箱看，所以我要好好思考。孝顺的酒令